同叫椒麻鸡，新疆四川做法大不同。一端上桌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鸡皮紧致有脆劲儿，制作有何秘诀？哎呦呵，受不了了。川味椒麻鸡也分热炒和凉拌。我是第一次知道做一个凉菜要用到。本期节目，不同地域椒麻鸡带给您不一样的舌尖体验。这个吃外卖啊，你看我经常也出差，点外卖呢，前两天我点了一麻辣烫，我就惊奇地发现，哎，我点这麻辣烫没有麻酱，结果后来我一看，人家当地的麻辣烫就是宽汤的。你像这个甘肃天水麻辣烫在网上特别火，这天水麻辣烫呢是用那胡辣椒拌的，北京的麻辣烫呢是用这芝麻酱拌的，像东北人吃那麻辣烫叫黏糊麻辣烫，南方呢有些地方吃麻辣烫得吃那骨汤宽汤的。所以这一个菜呀，咱现在要没点知识还真不行。您瞧，同样都是辣子鸡，这个呢就是我们重庆的干煸辣子鸡，这个呢是贵州的辣子鸡，用糟辣椒炒出来的。不同菜系之间呀有特点，咱得长知识吧。还有呢，同样是抓饭，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啊，新疆或者内蒙的抓饭，这个呢就是我们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特有的一种五彩抓饭。最后大伙儿再看看我手里拿的椒麻鸡，一个呢一到新疆馆子里边就必点的这个新疆的椒麻鸡，另外一种呢附了厚厚的一层咱这个青辣椒青花椒的，这个呀是四川的椒麻鸡。所以您看这点外卖呀买吃的呀，咱没点知识还真不行。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名字一样，但是做法呢还真是不同。今天我们这位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菜有关，但是他是自荐而来的，咱们一块儿来看看。喂，老师你好。哎，喂喂喂，你好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老师。戴雨辰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是戴雨辰。然后我看你是99年的是吧？就然后职业是演员，你这平常做菜多吗？手艺怎么样？我是从13岁就开始做饭了，自己去买菜呀，做饭去研究怎么去做。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是哪个菜呀？我感觉最拿手的是椒麻鸡，因为椒麻鸡其实对我来说还有一些故事嘛。嗯，对，然后平常也会去招待朋友，把自己椒麻鸡给做出来招待朋友，大家都觉得挺好吃的。接下来再联系啊。随后，导演组对戴雨辰进行了详细了解，得知他从13岁开始做菜，到现在出龄已有12年，他做的菜也受到了朋友和家人的一致好评。今天，他将来节目现场分享一道新疆椒麻鸡。那下边我就请出小戴。欢迎小戴。哎呦，久等了久等了。哎呦，你好弟弟好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戴雨辰，生长在新疆哈密，那也是一名演员，同时也是一位口才表演老师。我从13岁就开始做饭，那么小就做饭啊？对，然后平时呢，对一些家常菜呀，包括新疆的一些特色菜，还有包饺子，我基本都会一点。就是小时候爸妈比较忙，早当家呗，对，是的，因为爸妈比较忙，所以就自己去研究美食嘛，怎么做，怎么好吃。但是今天呢，还是要主要给大家去做新疆的椒麻鸡。哦，就刚才我图片画那个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南北的差异有多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美食也是有文化的嘛。嗯嗯。对，所以说选取新疆椒麻鸡呢，也是有一些考虑的。发现其实身边的朋友呢，他们比较喜欢吃辣。嗯。那我也不例外。年轻人现在都爱吃辣的。对，无辣不欢嘛。是。但是其实吃辣吃多的话，一时爽。但是吃完之后确实会有一点不舒服，然后吃了椒麻鸡会清爽一点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看看小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大家既能吃辣吃得爽，就是那种辣爽是清爽，对，是吧？跟麻跟辣呢能够中和一下。这个孤木难成林啊，单丝不成线，光有小戴也不成，光有我也不成。今天呢我还给你找来一位啊非常资深的大厨，这个做鸡肉也好啊，做川味菜也好，那是行家里手。咱欢迎今天的大厨于大厨。哎，主持人好。你看一看就是大厨。哎，主持人好。观众朋友好。您站这儿。好，这样让于大厨也跟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。嗨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四川都江堰的于刚大厨。行，这个二位呢都到齐了。刚才哎，你也说了椒麻鸡。对，刚才呢我在这图片当中你也展示了。那小戴这个吃过四川的椒麻鸡吗？
别说，我还真吃过。真吃过？对，因为我之前啊去成都嘛，然后呢去品尝过川味椒麻鸡，但是其实一端上桌，我整个人都傻了。不一样的，对它的食材啊，包括像最后的成品的展示，对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最重要的是它的口味，川味椒麻鸡呢，可能麻辣味更重一点。学习，对，跟于大叔学习一下川味的椒麻鸡到底怎么来做。我们就带着椒麻鸡这个话题，带着我们说吃东西还得长知识的这种，是吧？这种求索感，咱们一块儿来进行今天的这个烹饪。那咱们先开始啊，你拿手的新疆椒麻鸡。行，来，没问题。那。好，新疆椒麻鸡啊，有一个比较几个重点的一些因素。第一个，一定要是冷水下锅，才能把鸡肉的皮更加的紧缩，而且煮出来的鸡肉呢有嚼劲。先把这个锅里加上凉水，水好嘞。对。然后呢，就要把辣皮子，就是这个辣椒，在新疆呢都叫辣皮子。哦，干辣椒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干辣椒。拿上一些。嚯，这叫拿上一些，拿上一点哦，直接走，不用掰。对，不用掰。然后呢，加入这个大葱、姜片、花椒、麻辣油，椒麻油，椒麻油。可不可以理解，就是这个鸡煮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就已经有这个，对，是有一点味道，鸡汁味了，鸡汁味。因为这个汤最后啊还要去用到，然后放一些盐，就是把所有的调料都放好了，再开始说点火煮。对，还需要一点鸡精，鸡精啊就放一点今天的顶烹世家4.0，特别鲜，特别香啊，点火。好。开锅开始煮的话，还得煮多长时间？开锅之后再煮个30到35分钟。咱呢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是吧？这边煮着鸡，我觉得那边你把配料什么的可以准备上，可以可以。因为于大厨我们俩都是说急性子人，就着急想吃了。行行，没问题。热水，主持人，你帮我找点热水。热水当然有。对，准备好的热水。哎，拿上少许。我发现了。爱吃辣椒的人，他的一些和少许，在不爱吃辣椒的人眼里就是特别多，哎，特别多。放入花椒、八角，然后呢，加入烧好的热水，泡一下，是为了让它的味道能够更加的出味儿，包括动物炸的时候不容易糊，不容易糊了，对，不容易糊，对对对。要炸的一些调料先切好，好嘞，先把葱呢切成丝儿。就是大家的印象当中都觉得演员不常做饭，我好多演员朋友还特别会做饭，就是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挺忙的，但是特爱做。现在我们就起锅烧油。好，来，菜籽油是吧？对，菜籽油在这儿，然后倒锅，切好的葱丝儿和姜丝儿，直接下到锅里。哦，也是，对，直接下锅里了，下锅，对，啊，还不是说等那个油热了炸它是吧？是的，一定要小火，因为一大火它会把它炸糊嘛。然后呢，慢慢出味儿，转小火，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给捞出来，煮鸡的锅。先转成小火，对，哦，因为现在锅已经开了哈。对对，是的，小火慢炖个30分钟左右。你看，对，现在已经微微冒泡了，然后就把这个辣椒跟这个花椒放进去。就是有一些有健身需求的朋友，他就爱吃点这个拌鸡肉啊、鸡丝什么的，放一点点那种海鲜酱油，再浇一这辣油，就特别好啊。对，是的。浇了，一浇我们就可以出锅了，然后把这个。辣椒啊，调料都给它滗出来，只需要这个油，只要油了，对，是的，难怪嘛，椒麻鸡，椒麻鸡，对，是的，不椒怎么叫椒麻鸡？麻味儿、辣味儿给它就是油里面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戴教给大家的这种小小妙招，就是用这凉油，它已经炸了这么久了，那葱还是湛青碧绿的。而且我们发现，刚用凉油下锅，它不容易喷油。啊，对对对，如果热油的话，估计一下。就开始喷了。从一开始他泡这个料的时候，我说一会儿他要炸这个油，因为一想炸就是那种油温特别高，我说那不就爆了吗？对，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去喷，没有去爆。我现在有一种隐隐的感觉，就是刚才这小戴说的那种辣爽，就是不燥。不是那种大家感觉当中就是那辣味儿它窜鼻子那感觉，所以它跟那个辣味然后中和了一下，就会变得比较柔和清爽。
清爽型的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不像四川那个辣味哈。四川辣味都是给的很直接，浓浓的。哎，好，看到现在已经，你看，已经煮的、炸的已经焦了，就是把味儿彻底都对，把味儿已经逼出来了，逼出来了、嗯。然后就把这个火关了，关掉，逼出来。嘿，这就是我们的椒麻油，就做好了。哦、这不知不觉的功夫吧，这也过了快20多分钟，快半个小时了。对，那我那鸡差鸡应该差不多了，那咱就把鸡捞出来。其实不是说我着急，是于大厨这儿的一个劲儿的流口，他想吃，你知道吗？我肚子也饿了，老说别人。行，那乔哥，你再帮我准备点冰，对，冰，然后冰水。干嘛呀？把鸡捞出来呀、啊，第一步立马要放到冰水里面。咱把这冰啊。想办法给它捣碎先啊！好嘞，好，咱往这个大碗里倒吧。对，先倒进去。哇，这热气腾腾的。啊，嗯，把鸡捞出来。哇，先蒸后煮，最后还捞一颗冰水里。放到冰水里，冰镇。哇，我都替那鸡，哎呦呵，受不了了。好，我把那个拌制的调料准备了，来吧。好嘞，那我到这边切成丝儿。哦，还切洋葱啊？对，在新疆叫皮牙子。皮牙子。对，是的。嗯。还有今天选这个洋葱啊，还有点说法。其实，嗯，这皮牙子呀，不是有紫色吗？嗯。今天我选的是白色的。嗯。那紫色它比较辛辣，可能比较刺鼻。嗯。那白色其实它的水分跟甜味更甜。对，更适合凉拌。嗯。选材的一个精心设计。那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鸡啊用手给撕了，手撕鸡。对，把鸡用手撕了，撕成那种一条一条的。对对对，不撕没有灵魂呐。行吧，来，咱们戴手套。行吧，那咱们就开始动手撕鸡。好，嗯，哎，不要慌，好，给我留一阵儿。待会儿我做两道椒麻鸡，嗯，一个是凉菜的椒麻鸡，一个是热菜的椒麻鸡。那咱们就一半一半，行吗？好嘞，好嘞，今天有口福了。哎。好，就这点，行。接下来就要把这个刚切好的料加进去了，像这个青椒、红椒，然后把这个也加进去。煮的那个鸡汤，我们要来撇出来一勺。好嘞，可以。然后再加入我们的这个刚才去给它煎好的这个麻椒油，然后再放点盐，然后再放入鸡精。这里呀，我还有一个小妙招，就是加入一点白糖。白糖它其实拌凉菜更加的提鲜，嗯，对，所以把这个鲜味儿给它拌出来，提出来。现在把它拌开。好，这个最后呢，小戴挑的这出品这盘也特别好，有一首民歌叫《送你一朵玫瑰花》，就是新疆。送你一朵玫瑰花，我就衷心谢谢你。你这怎么办呢？香得很嘛，香得很的朋友。好嘞。本节目由魅力厨房新米粥独家冠名播出，一袋家常粥只有水和米，还原现熬，家的味道，有花椒啊青椒的椒香。第二呢，有这种扑鼻而来的那种花椒带来的麻味儿。第三，它有鸡肉，所以椒麻鸡三样全占，全具有。咱们尝尝吧，行吗？来来来，来吧来吧。小戴做椒麻鸡这几步，他非常在意鸡肉的这个口感，无论是凉水下锅保持鸡肉的紧实，还是到最后呢，我们要用这种冰水再拔一下，放入了花椒啊、麻椒油啊，还有这个辣椒之后呢，它味道实际上浸在里边的，只有口口余香的那种椒麻味儿，但是一点那种辣味儿，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躁动的那种感受一点都没有。我觉得他理解得很透，这个菜是吧？理解得很透。对，他从做法到最后呈现菜品啊，他都每一个步骤他都没落下。是于大厨心里的话是说，哦，看来我也学会了，我也学会了。哎呀，谢谢于大厨，谢谢于大厨，特别优秀。嗯，新疆椒麻鸡
清理好的鸡冷水下锅，加入新疆辣椒、葱姜花椒、椒麻油和盐，小火煮30分钟，过冰水，手撕成条，备用。炸至椒麻油，锅中加入菜籽油，下葱姜丝，加入提前用热水泡好的辣椒、花椒和八角，将青红椒、洋葱切成丝儿放在鸡肉上，浇一汁鸡汤和椒麻油，抓匀即可。划重点，用辣椒、花椒和八椒用热水浸泡，使味道更好的出来，并且呢，后续炸制不容易糊锅。下边的时间呢，咱交给于大厨，让他给咱露一手啊，四川椒麻鸡究竟什么样？但是刚才您可说了，做一个热的，但是您得搭我们一个凉的，送个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哈。当然我们更建议，比如说回家吃饭的饭团朋友，整鸡不好料理的话，可以买点鸡胸肉，对，或者说是买点那种剁好了的。咱们这个椒麻鸡是切块还是切？切小块。切小块，对，看这下面切就是小丁。好嘞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鸡肉啊，加点盐，然后腌上点，腌一下。嗯，一个是把水分杀出来哈，对，一个是能够给点料酒打一底味。好的，料酒，给点料酒，给点胡椒，料酒、胡椒，对，就是先腌一腌，再去腥，咱们再切这个小米辣椒，对，这是青小米辣，绿小米辣跟那红的小米辣的味道相比有哪些特点呢？它既有辣的辣味本身，辣味，同时它有一些青椒的清香味。哦，我试一个啊，这样为了让大家更我直接试一下，没有传说中那么辣，是吧？怎么样？能不辣吗？真的，啊，眼泪都出来了。这说的我也想试试了，你也想？那我对，我来试试，尝一尝，尝一尝。两个人是多么的，我来试试啊。流眼泪了，这时候一定要把手洗一洗啊，不然的话揉眼睛那就是一场噩梦，一场灾难。对，咱们这菜叫什么？1:1:1:1，一份鸡肉就得对等一份辣椒。辣椒。主持人，哎，来点菜籽油，快。好，姚队好，这儿来。好嘞，咱都放进去吗？嗨，一起。一起啊，嚯，艺高人胆大，满满一大碗呀，嚯。好，热了。川菜讲究的是急火猛炒，有锅气，有锅气。对，来了啊！好，就基本上是炸的这个。嗯，好香啊！香味来了。好，来青花椒。来，姜蒜给我。这个。对。有没有点酱油？给我一点。有啊，酱油当然有。给点酱油。这时候其实已经煸干了，对，全冒泡，鸡肉的这油全部都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菜里边一共就三样主材：青椒、麻椒、鸡、椒麻鸡啊。就跟辣子鸡好像有点像，对，理解为什么呀？辣子鸡如果是绯红，那椒麻鸡就是翠绿，是吧？对，去这个味儿。其实要味道的话，我推荐大家呀，咱们稍微放上一点儿。哎，加点儿，这个必须的啊。我们顶烹世家的鸡精。来，浓浓的香味全在这里头。好菜必须得配好的调味品，是吧？对，这是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。对，加点藤椒油就可以。藤椒油，对，就这个。对，好，来一点儿。来一点儿，够了，够了。出锅喽！哇哇塞！哇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对，真的真的。哎，主持人，哎，帮个忙，把刚才剩的那只鸡呢？好，要得。你小包的那个拿过来。好，我就给你做一个四川的凉菜的椒麻鸡。好。来，我们开始切鸡了。好，我再给您拿一个手板儿啊。哎，好，
来准备，帮我找不个破壁机。破壁机，好啊，我们这儿就有。这我们最用的是青花椒。青花椒啊，它更清香。您要拿这破壁机打什么呀？把它给哦，把这些都嚯，把这打碎。打我是第一次知道做一个凉菜要用到破壁机，把这打成汁儿啊。是，如果没有青花椒，可以用干的也行。行，哦，那您把有青的这个要放进去吗？对，放进去。好，因为这个太少，可以加点水。加点水是吧？没问题。好嘞，葱汁儿和花椒汁儿，花椒汁儿，来，哇，好，哎呦，这汁儿真棒，加点盐，得加点糖活味，加点生抽，一点点，哎，再加一点我们的顶烹世家的鸡精，哎呦，你瞧瞧，这适合夏天吃，太适合夏天吃了。搜索魅力厨房旗舰店，优享新米粥组合尝鲜装，开袋即食，尽享美味。咱们先尝尝今天的青椒鸡，也就是我们热炒的椒麻鸡啊。它更突出那个麻辣味儿，嗯，口齿流麻。我吃到的这个感觉，第一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想过瘾的朋友，这油打特舒服啊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青椒鸡或者我们说川味热炒椒麻鸡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？椒香浓。按照于大厨呢给我们的约定，人叫做一送一，椒香四溢。来吧，尝尝，鲜花送模范啊，先让于大厨吃。2024年爆款的香水。必须是椒香。四川椒麻鸡热炒，用盐、料酒和白胡椒给鸡腿码味，将青小米辣切断，姜蒜切丁备用。起锅烧菜籽油，下入鸡块和青花椒、姜蒜和青小米辣煸香，加入老抽、鸡精，淋上藤椒油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划重点，将鸡块和青花椒煸炒出香味，再下其他料，使鸡肉的椒麻味更足。四川椒麻鸡凉拌，将提前煮入味的鸡肉切块码盘，将葱和青花椒用破壁机打碎，加盐和生抽，少许味精、藤椒油调味，浇在鸡块上，就可以上桌了。麻了半天，爽了半天，必须让有东西快速的把这种麻和爽的给它解除掉，是吧？我这都给它准备好了，对对，来吧，解油解腻，回归清爽，就得来我们这魅力厨房的绿豆汤，涮起来。感谢于大厨和小戴今天呢来到回家吃饭，给我们分享了呀，从新疆到四川不同的椒麻鸡的做法，名字虽然一样，但您看有冷吃的，有热炒的，有凉拌的。有机会我觉得下次啊，比如说您也回去想一想，四川有没有大盘鸡。其实这些大盘鸡和水煮鱼只是名字，水煮鱼也只是一种做法，我们用料的不同也可以拼接成这种特别奇妙的美味。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再能见到于大厨和小戴，给我们分享更多的美食。也谢谢大家。